这个方等经呢，记住来讲叫大方等陀罗尼经。当中呢，华基菩萨怎么说呢？说呢，要换了五逆罪，五逆罪，我还都能够救啊，五逆罪都能够救了，可四众当然也可以救啊。所以文当中啊，总的来说，换了五逆罪啊，以及换了四根本众戒，我都还能够救拔他。但是呢，要道生物的话，我所不救。我所不救，不是说菩萨没有慈悲心，不加以救，救拔，就是说，菩萨的这个威神之力啊，没有办法加倍啊。一是表示啊，这道生物啊，比忤逆四众的罪还要重，还要重的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生物啊，那个都是对象啊，都是很多的境界哈。所以所结的罪啊，它是重的，像道常诸物，道常诸物啊，随损一毫，要对望呢十方繁盛生一一解罪的。你到那么一点点，那对的境界，十方的凡夫生、圣人生。一一的面前，一一的境界面前要结罪，就是这个罪是对着那么广大的境界来结呀，所以他的罪业是特别重，特别重的。一如日掌分，其如同日掌分，记住来说，大方等日掌经，还有生护串，生护串呢是佛说因缘生护经。当中呢，说明了生物比丘到了海边去呀，看到啊，这个地狱的相状，而回来禀白呀，世尊，看了这一切的相，怎么是这一回事呢？世尊说，你看了那是地狱的情形啊，里头呢就讲啊，那个毁患呢，在身段当中呢，偷藏诸物啊，损害藏诸物啊，这一些的，结果堕落了，受苦了。在僧团当中饮食无度啊，想吃就吃啊，做到第一期报道了，那互相啊抓对方的皮啊、肉啊、骨啊、筋啊，就抓完了，痛苦难堪呐、一下子夜风一吹又活过来，又开始受苦了，这一些的，所以啊，我们呢对于这个戒法。是应该好好学习的，好好学习，如法去做啊，功德无量啊，身口意三业清净啊，才能够往上提升呢，得禅定，开发智慧的。大家发心都要修解脱道，要修佛道的，怎么这个戒法那么不喜欢学习？那可怪了哈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学解脱道，第一个要解脱三恶道啊。三恶道都不能解脱的，怎么能够解脱三戒呢？这个很要紧的，要持戒才能离开三恶道的。接着呢，我们呢就说明一个公案啊，给诸位听。在《生经录》当中讲到啊，说隋文帝开皇16年的时候。西周灵岩寺，这个是道相啊，但忽然呢暴毙身亡呢，就到了这个冥府去了。到冥府去了，他看到大势至菩萨啊，引着他呢去看那个地狱啊，那里啊有一个榜，像人家的考状元晃榜那个榜哈。榜上啊就说啦，沙弥道宏为大众生做馄饨，先道食一波，先吃一波再说啦，吃得津津有味的哈。那里头写了应该堕啊这个铁丸地狱，要吞了铁丸呐、而道宏呢，这个沙弥啊，数年之后呢，就开始生病了，患了口疮啊。口里头生疮啊，没办法吃啊。他听闻道相这么说了，
赶快啊，为大众施舍饮食供养啊，忏悔啊，好、哦。那如同呢，这个刀像呢所见的，有三十多个人的罪报，都是违犯的，亲损常住的。而这个道相法师呢，七天当中有十三度死亡，哦，死去了又活过来了，又死了又活过来了。那见到菩萨呢，指示他这一些罪报啊，回来之后呢，一一的都告诉这一些人呐、啊，你们赶快啊，忏悔啊，赔偿哦，哦，赔偿。就讲完了，又死了吗？死了去了看，哎。他们做了这一些忏悔赔偿的事情，那个榜上的名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呢昨天上一回也讲嘛，这个犯戒啊、信戒当中，杀盗淫妄哦，都有三个情况：第一个犯戒罪，第二业道罪，第三世间的因果。哦，世间因果，你偷藏住的东西，你要赔偿啊。还赔偿东西啊，不单忏罪而已啊，还赔偿，哦，啊，忏悔了还要修忏啊，要修忏，要拜忏哦，取香忏啊是扶助业而已哦，哦，扶助业啊是要你改过忏悔的，要认真修行啊，还加修无声忏啊，要真的断烦恼才能灭业，其他呢都是方便啊，都是扶助而已，哦，拜旃檎忏。下至心、中至心、上至心，要到上至心呢才断烦恼的，其他的都还不行呢，都还不行，只是清净的扶住了，犯戒罪没有了，但业道扶住了，扶住了就是要修行哦，哦，所以地藏菩萨讲啊，这个时候要赶快啊修一时境界两种观道啊，而不能荒逸啊，因为。你新业，你旧业已经扶住了，新业还会照做的，因为你没有断烦恼，所以啊，我们呢对于这个修行这一桩事情呢，有过我们就忏悔，没有过啊，我们就要认真的，要精进，啊，要精进勇猛，往前修啊，哦，这样才可以的，不能啊懈怠，放逸，这烦恼又动了，又换过了。